南门市场是彰化市历史最悠久的市场，但是现在却逐渐没落，让我们觉得有点可惜。因此我们实地踏查几次之后，决定以声音为主题，用摄影设备将市场会出现的声音编成一首曲子，让大家透过临场感来重新认识及感受传统市场的活力。来，Oh, my God.